大家好，我是 Penny， 欢迎来到我的考古频道。上期给大家讲了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这座江村大墓的发现发掘情况，墓葬的超高规格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共葬在一个陵园，外藏坑里出土的官署官职印章等等证据，都将江村大墓的墓主指向同一个人，窦皇后的丈夫刘邦的儿子刘彻的爷爷，西汉第三代帝王汉文帝刘恒。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一步步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这个结论的呢？关键性证据又有哪些呢？在元代以来的文献记载里，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是在白鹿原上一个叫凤凰嘴的地方，但经过考古学家上天入地的全面探测，凤凰嘴这个地方的地下并没有墓葬。古人只能通过文字记载考证地理位置，而现在有了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探测技术，地面以下的情况一览无余，没有陵墓就是没有陵墓，错误的文献记载不攻自破，真正的文帝霸陵必然另有所在。江村大墓的地面上没有封土，这和古代帝王陵墓的基本规制是相悖的，却和《史记·孝文本纪》里关于汉文帝霸陵的记载是相符的。《史记》里说，至霸陵皆以瓦器，不至坟。也就是说，文帝的霸陵都是用陶瓦建筑，简朴为主，不建造地面封土，这和考古发现惊人吻合。江村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平面呈亚字形的大墓，这是已知西汉时期的最高墓葬规格，只有皇帝、皇后和太后才能使用。已经发现的西汉早期几代帝王陵，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都是四条墓道的超级大墓。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江村大墓的墓主一定是某代西汉帝后。江村大墓的外藏坑里发现了几枚小铜印，直径都不到一厘米，上面刻着中司空印、车府等西汉时期官署和官职的字样，明显是特地做出来用来随葬的名器官印，也说明了这些外藏坑象征着百官官署。那么这么多的官署都只能埋在外围，拱卫着中心的墓主，这墓主无疑是百官之主，身份不言自明。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只相差800米，和薄太后的南陵相距2000米，而且和窦皇后葬在同一个大陵园里，离得这么近，江村大墓的墓主和窦皇后、薄太后的关系自然不一般。那么第一，谁会和汉文帝的妈妈和老婆关系最亲密，等级又配得上葬在二人中间呢？第二，窦皇后是汉文帝的妻子，汉景帝的生母，汉武帝的祖母，直到汉武帝早期还把持朝政很多年，是西汉早期仅次于吕后最有权力的后妃。他的身边谁敢轻易地葬进去，和他死后睡在同一个陵园里数千年呢？合理的猜测，也就是窦皇后的丈夫、子女、孙子女等等。比如文献记载，窦皇后和汉文帝的女儿，特别受宠的馆陶公主刘飘死后陪葬霸陵，长眠在自己的父母身边。但
但江村大墓的规格比窦皇后陵还要大，女儿就算再怎么受宠，也不可能僭越母亲的陵墓，所以也不可能是馆陶公主。那么使用排除法，葬得这么近，这么亲密的关系，除了丈夫，还能有谁敢？据目前可见的文献记载，西汉十一位皇帝中，只有第三代的汉文帝葬于白鹿原。汉书里就说，帝崩于未央宫，葬于霸陵。之所以叫霸陵，是因为陵墓葬于霸水旁边。而《水经注·渭水》里提到，霸水立白鹿原东，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这也和江村大墓的位置相符。综合以上六大证据，考古学家相信江村大墓的墓主正是汉文帝刘恒，而江村大墓正是文献中记载的霸陵。不过不得不提到的是，推动江村大墓的抢救性发掘，披露这一重磅考古发现的居然是盗墓贼。还好这伙盗墓贼最终被抓，多达91人。虽然部分被盗文物被追了回来，可惜还是有很多已经非法秘密流入文物黑市。据说这批盗墓贼除了霸陵，还盗了汉宣帝刘询的杜陵的陪葬墓，汉武帝刘彻的母亲钩弋夫人的汉云陵，江村大墓的外藏坑，甚至还有西安以外的，比如甘肃和延安的古墓群。下场倒是都很惨，最重的被判了无期徒刑。而对于霸陵的考古发掘，目前只是对少数几个被盗墓贼破坏了的外藏坑进行抢救性清理。至于霸陵的主墓室，考古学家表示，和其他的大型帝后陵墓一样，因为目前文物保护技术还不够成熟，决定以保护为主，不主动发掘，直到之后文物保护和发掘技术进步到足够保护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时再考虑，也算是留给后世的一笔文化遗产。将来会在原地建立霸陵博物馆，以保护和研究为主，最重要的是杜绝不法分子的进一步破坏。盗墓行为就像覆水难收，希望公众都能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要为了一己私欲破坏千年的文化积淀。